早上七点半，一辆黄色限量保时捷918 Spider 行驶在彰化花坛市区，引起不少路人的关注。7:40，这辆超跑快速地开进了全部工业的停车棚。董事长叫做吴崇让，穿着一身花衬衫搭配白色的牛仔裤，精神奕奕地加入了员工们的洗脑操。我想要去，我要做早餐。所以你们这是全拓的一个文化，对不对？是从我父亲那时候一直留下来的。哇，现在这样子的企业文化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其实这早餐第一个是健康，第二个是关注所有组员是不是已经到公司了。特别是在提早10分钟的话，那我们啊早上车流量会比较少，差10分钟差很多了。无人化，还有自动化更简单，它管理的人更少。刚刚报告的人是主管吗？啊，以前是主管，目前我们在我们公司里面没有金字塔组织的，就扁平化，大家都一样的一个阶级。所以我们只有叫啊 Richard、Angel、David 啊，所以他们叫吴小弟，叫我 David、oh, OK， 不要叫我董事长。从进公司的一刻开始，这位自称是吴小弟的吴董事长呢就没有停下来过。早操结束过后，紧接着呢就是每天的检讨分享会议，时间是在8点，一分不差。来访前，秘书特别交代拍摄小组必须准时。我们好奇这一家位在彰化市、一家仅有118人的公司，如何在疫情影响下可以创造出高达3.6亿的营收？而他又是如何获得欧洲汽车大厂的青睐呢？紧接着，我们被这动作利落的吴董开始带领着进入他的魔幻工厂。OK， 我们开始工作喽！哎，可以拿起来看。可以。来，这个就是铁罐。今天要走的这条流水线呢，就是全拓的主力产品——变速箱的密封盖。我们将带您从铁罐一路生产到密封盖。接下来呢，我们要往后面走了，对不对？对，我们往后面走。那怎么去？啊，我们骑脚踏车过去。啊，要骑脚踏车。啊，这个占地2甲的大厂房呢，人员之间的管理靠的就是脚踏车的移动，而物料的管理靠的呢，则是电动车运补收送料件。刚刚那个是没有。还没有处理的，这个已经处理好，有上面颜色变成比较青黄的，对，就叫接着剂。哦，上面已经上了一个接着剂，对，就洗过以后再上了一层接着剂。对，洗完澡穿好衣服的。这个干嘛用的？就是要做油封的，橡胶材料，而且一直裁切出来。哦，烫的，这好像那个马卡龙。马卡龙。哦，好烫哦。所以油封有一个铁罐，一个橡胶，这两个。嗯。我们看了铁罐了嘛？对。橡胶我要介绍了以后，介绍完我们就准备送到去把它成型的。我们刚刚的铁罐就是这个。对。走一下高速过来这边的话，这个就是送来这边的，刚刚已经排进去了。那第二个橡胶我们刚才看到就把它摆上去了，然后就是准备成型。大概要多久？啊，这个需要3分多钟。今天基于他要做85回生产 ，TT 就是生产的速度。对。实际就是他现在的作业。对。所以他已经有跟标准是一样的。那他如果没有跟上标准速度的话，那就是异常。异常有两种，一种就是设备故障。对。对不对？对。一种他可能就是。消极一点，做慢一点。所以你们在这个管理的上面的话呢，一旦看到那个安灯的话呢，一直看到这个表的话呢，就会知道说目前的生产的状况是。对对对对。呼叫声机，呼叫声机 ，H16 加油机，麻烦你过来。当生产线发生状况时候，线上的作业员只要拿起对讲机通报，另外一头的维修车就马上出发，到达定点解决问题。出来了，阿伟也可以来加，也可以加，几条几条料都可以来加二次加流，二加出来就会送到这边啊，它自动一个一个夹，透过机身夹来切割，这边有在切割的，切割完了以后，这边就100%用 CCD 来检测尺寸，尺寸是重要尺寸，漏不漏有在重要尺寸就它的外径，高度。它每一个都要测试，是100%，做一个都一个检查。OK， 那这
做一个里面的话呢，不良率有多少？大概在12个 ppm， 100万个有12个会跑出来。哇，那很低耶。那我要挑战你100万个，连个都没有。每一个成品都必须经过这一台耗资2000万的光学检测机仔细的检查测试，将近100%的良率，让全拓工业接下了德国五大汽车品牌的订单。如今油封每年平均的产量呢，高达了3000万颗以上。你可以拿起来看吗？外径非常重要，嗯，高度也非常重要。那它不能有毛边，所以德国的车子来讲，为什么要2年3万公里才换机油？嗯，一个职场环境的粉尘颗粒要在0.0002克，小数点第四位。第二个，尺寸你一定要在公差之内。那我目前的水准100万个里面有12个会打出来，对，但绝对不能流出去哦。我将来可能1000万个只有一个，再来一个只有一个，甚至零。我的生产技术就好像台积电，台积电是没有产品，但是它靠生产技术的水准能力来赚钱的哦。嗯，全是要拿订单来排的哦，拿钱来排的。全拓工业也是这样子，在生产制造技术的超过德国。第一个，德国你看到我现场这么干净，他就心动了。第二个，再看到现场的流程是金石的丰田的生产方式的。他说坐下来跟我谈的。究竟什么是丰田式的金石生产管理呢？我们走上了全拓2楼的管理室，由上往下看，你会看得更清楚些。这个呢是整个工厂的全景，如果不说，你会以为你身处在欧洲的工厂里面。这工厂美得像一幅画，整齐的生产线摊开在眼前，一目了然，宛如一幅艺术品。这是吴董事长最引以为豪的一盘流生产线。距离镜头最远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一开始的自动排盘，接下来则是加流、自动二加、自动四上、CCD 光学检测，接下来则是包装。余力都是向前的生产，这看似简单，但却是经历不断减法的生产流程改造，舍弃后成就出来的成果。把过去老旧的工厂拿来和现在的相比，你就知道当中的差异了。早期老旧的工厂不仅环境脏乱，生产效率无法提升，最重要的是工厂任何一角都堆放着处理不完的半成品，这对公司来说都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吴董看见了自己公司的危机和机会，开始进行生产流程的改变。他不仅翻转了工厂的流程，投入了丰田式的生产管理，还将全拓早期生产产品种类多达8000多件呢，缩减到仅有600多件的产品种类。减去后不但没有影响的营收，反而提高了生产的品质。2013年，全拓开始转型升级，主攻金字塔顶端的产品，专精生产高门槛、高毛利率的超跑油封。那基本上油封有叫做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旋转式的油封，就是轴旋转的；一种是往复式的，像那个避震器里面。它也是里面有油的部分，它避震器的轴是往复的、上下的。像这个就是 crank 里面的油封啊，就是引擎里面的。像把它拆开里面，早上我们有看到有铁罐跟橡胶经过加流成型以后，嗯，那这个对，然后在这个把余料切割好，这个尺寸啊，重要是在内部的尺寸、外部尺寸还有高度。嗯，那另外这个弹簧也是。必须要装进去的，它主要是紧迫性的，让这个唇部，这里面剖面有唇部，有两唇的，也有单唇的，嗯，基本上里面甚至也有这个斜纹式的，那个都是基本上是让润滑油在引擎里面润滑油或者变速箱里面的润滑油，不让它从轴的细缝里面跑出去的，嗯，如果引擎里面有漏，这个油封有漏油的时候，那你引擎的
润滑油就变少了，少了会有两种情形，就是会引擎过热，因为润滑油就是要润滑加上冷却的效果，所以虽然是这个油封虽然是一个小东西，但是是它的是在引擎的关键性的零组件。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呢，油封这个是用在哪里？这个可能是用在变速箱里面。这个是变速箱，那我有看到一个更大的，这个对不对？这个，这个，这个要可能用在变速箱里面。这个也是变速箱，哎，或者是有其他特种车在用的。特种车也有，像什么？对，雪车也是有啊。哦，雪车你们有？对啊，工程用车也要啊。军用车？军用车也有可能。我们给英国的有一部是军用车的。哦，那你们又算是国防工业了？是一部分零件了。但是我主要是欧洲市场，那个很重要，现在变得很重要呢。目前全拓工业所生产的油封呢，有六成外销，而最大的外销市场呢，就是德国。能够吃下德国大厂长期而稳定的订单，全拓必须达到德国生产严苛的生产品质。即使只有600多种的产品，但它又该如何管理呢？其实从订单一开始，产品就已经开始进入了全拓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管理系统。生产只是看板。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供应商，对不对？我们也用看板的。然后看板，然后这供应商里面的话呢，它其实分，这是分日期，对。然后比如说六月份的订单，这边拿一个给各位看一下。好，6月11号，我们同时要给生产现场给供应商的，叫生产指示看板，就是订单。这就是订单了，就是订单。那员工的话，他其实看到这一张单子的话，基本上就可以了解了。对，那个了解，他可以了解哈。那了解里面的话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细项，它里面呢其实全部都把它区分开来。比如说呢，它的材质是什么样材质，然后下工程单位，对，有没有？它下工程单位，也就是说这一个下一个的在哪个地方，流水线是在哪个地方，对 对，这样子吧哈。已经告诉他了。那个丰田式管理呢，讲究的就是说中间零库存。零库存就是基本上就是接单才去生产的，没有多余的库存。丰田式的生产管理讲的就是生产准时，分为两大系统，一个呢是及时管理系统，另外一个呢就是看板管理。现在看到的生产指示看板呢，就是丰田式管理当中最重要的看板管理。从订单开始就计算成本，准确地掌握了生产的进度，可以有效地防止过量的生产和运送，以避免在制程当中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以及生产过剩。这一切讲的其实就是效率，就连全拓的办公桌呢也是加高的，这也可以提高工作人员之间的工作效率，方便员工之间的交流互动。而吴崇让还有个独特的厕所哲学，他常常亲自打扫厕所，因为他认为如果厕所能够保持干净，这也代表着员工们能够自主管理。我又看到非常一个神奇的一个地方，这也是在其他公司里面看不到的，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呢有一个预支现金的登记表，就是说你如果呢需要用到钱的时候，我不都要的时候看不见，可是你要提起你可以当好，可以私人用的吗？对对对，拿了。真的吗？好，来，他如果呢，比如说我今天回那个忘记带钱出来了，那我如果有需要用到钱的话呢，我可以呢来这边预支现金，然后预支现金的话呢自己登记，他就自己登记。你看他这边要干嘛，休息啊，在有一些都大部分都是公事啦，在公事，然后呢什么瓦斯啊，然后呢瓦斯罐啊，什么休息啊，计啊，多少钱，他就这边。然后呢这登记完以后呢，他是怎么做你知道吗？就直接领现了，自己拿，就直接拿，这边有一堆钱在这边，所以你可以自己拿钱，所以你对于员工来讲是很信任，很信任。他就是老板哦，他就是老板，他就出时间也是老板。那一跟一也行来比行，你不会惨吗？不会，在我们公司不会，他一定乖乖拿回来还。就是诚实，不用乖乖的。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公司的财务也非常的透明。往这边来看，应收账款呢，订单。应收账款，应收款现在这边有7200万。是有剩的厉害不？
啊，阿尼有厉害不？7000多万，够厉害啊！不够厉害，我的那个高维应收账款，就是在外面的钱，因为我交德国，那个能很容易收回来的话，那代表老板很厉害。客户讲求信用的，客户讲求信用，不是老板厉害哦，不厉害，我要选择好的客户哦，你选好的客户，对对对，所以应该要那个付账的时候他们付账，不会像台湾哦开个三年半年的票这样啊，对，那个我不做，那个你不做，那个企业文化不一样，我不做。但是我还要再看一个东西，你们的产品很厉害，对不对？是，产品会反映在哪边？你们毛利，对，那你们的毛利呢？啊，因为毛利跑在34.64%，它的营业毛利呢是在34.64%。那个鸿海毛利是老师，鸿海啊，啊毛三到四。我来今晚可能看好几关，我来看好几关，就有进步了哈。所以你就知道说，全都它的竞争力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它的毛利呢，居然可以高达34%。那鸿海的话呢，可能搞不到3%-4%而已哈。它才三块四块啊，你哈，3-4块。其实我目标要像台积电那样，至少要50%。财务透明让员工有着共同的目标，达到经营绩效的提升。看到了一张表呢，这张表是非常惊人的哈，大概没有公司会这样子做。来，是啊，全拓股份有限公司续薪标准，职等六的话呢，底薪有10万，对吧？哈，对，103,850元，然后呢，五职等的话呢有94,000，我看到了最低的一个，这是应该最低嘛？对，只有基层的。基层的话，基层的工资呢可以高达了43,450元，这个薪水很不错哎，还要更高嘞。你看我们今年到五月。你加薪多少？1,000、2,000、2,800。那卖看今年啦吼，咱看去年。去年啊，去年疫情最严重嘛。去年底薪每个人加3,200块。你去年还有加薪？有。你没有受到？前年是加5,850块。哦。底薪？那为什么要底薪要一样？因为每一个人不管你的学历、资历、背景，对，都有一个家庭。对。就是给他们家庭收入更好，让他们家庭生活能够更充裕。好，那全拓的流动性怎么样？零啊，所以等于是进来以后的话，他都不会出去了。对，如果需要人才的话，我们的出时间的股东，他们小孩子都在排队等待了。啊，所以我不需要再去人力银行去找人才。好，其实人才要自己培养，不要去挖人家的。在丰田生产管理系统里面还有一个成功的关键，那就是他们不喜欢从外部来挖角，透过培养内部的人才才能够彻底了解丰田生产管理系统里面的文化以及精髓。在全拓，薪资不是秘密，财务报表、技术资料更是完全的透明。全公司118位员工，每一位都是董事长，每一位也都能够掌握操跑的方向盘。董事长可以。我觉得我心脏要够强。OK。我无法躲，这个无法躲。每台梦幻超跑里面的引擎以及变速箱的油封，全都是全拓工业生产的。给各位看一下，董事长呢总共收藏的跑车，等，看跑车。礼拜一到礼拜七啦，吼，他都给几缸啦，吼，你每天都可以开不一样的跑车啊。那轮流开，轮流开，包括我的。这是收藏还是真的有在开啊？第一个是它是个艺术品，那我买这8部超跑其实也不是来炫富。第一个，我这些都是我欧洲德国一带这边的客户，我交给他油封，当然我跟他买。车子回来，双赢啦。对，但是真正重要，买回来不是我自己在开，
让我的现场的这些的组员知道我们客户的品质在哪里，哦，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是说让他们开？对对，在场内，你看我场地这么大，敢开吗？他不敢开，哎，我教一个一个再教一个，日积月累，现在已经有大概七八十个会敢开了。他哪不小心开出去爆冲，吼，你 A 掉被安奈 ？A 掉 A 掉，剩五小弟的。真的还假的？啊，真的真的，算五小弟的。所以你希望他们能够多尝试，多去开，不要怕他。这叫人才培育，不惜的投入了这样的一个资本。车库里头这些价值超过新台币2亿的超跑，只要是全拓的员工，人人都可以开，撞坏算老板的，想开回家也没有问题，记得明天再开回来。总共有7辆的跑车跑出去呢，就是赛车手，就是我们这7位。这7位呢，其实呢，在这个全拓工作的时间都非常的久哈，最长的时间是20几年嘛，对不对？29。那最年轻的呢？9年。对。好，我要先问那个工作29年的哈，你开这跑车开了多久的时间？5-6年吧。有没有 A 过？有。啊，真的还假的？真的。啊，你够敢开？啊？啊，结果呢？结果 David 就说没关系，赶快走。我知道这边的话呢，有一个讲台语的是台几来？你哈？啊，你第几代来的？我菲律宾来。菲律宾来的。我头家有介照顾你不？头家足好诶，嘿啊。啊，让你开跑车。嘿啊，我达行拢会使开啊。嘿，啊你袂惊？到前会惊，即卖习惯。习惯啊。对。顶级的福利呢，另外还有这个被称为头等舱服务的 tea time 时间。你觉得这边的服务好好哦？啊、这个是什么？那个金桔啊、哦？你怎么知道他要喝金桔？知道啊，因为平常同一班的那个习惯。哦。那一般的话呢，他们其实会写在这边，对不对？对。所以你每天会出来几趟？2趟，一般都2趟。会有2趟。2点一趟，10点10点心，然后呢，下午2点的时候10点心，下午2点就没有了。啊，你是2点还有饮料？哦，只有饮料。那你在这边工作多久了？35年。对啊，好笑的，因为35年你看我们老板吗？真的还假的？这福利多好！35年，你是跟他一起来创业的吗？那个就创业出来的时候，老老板的时候，那。他老老板从老老板那边离开的时候，你就跟着出来了。对啊，怎么能离开他？哎呦，对啊，开始把我们当兄弟姐妹。你这是爱怒了，赶快抱一下，赶快抱一下。哎，35年的老员工嘞，你要真的谢谢老板，我爱你。哇，棒哦，好感人。都是兄弟姐妹。我在这边随便问一个员工哈，都是18年。35年这种的老员工，那不就十几岁的时候对流利呀？其实我告诉你，所以人员越稳定的话，我的品质越稳定。对，那我要知道，我要让他稳定的话，我必须要给他高薪，所以挑战零流动。说到这里，你是不是也想来当这119号的员工了呢？如果你还不想，没有关系，这里的午餐还有哈根达斯冰淇淋哦。午餐呢，我们看到现在呢，总共有4菜，然后一个水果，然后一个汤，然后呢一个巴寿本，然后呢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呢，是我在那边居然看到什么，你知道吗？看到了哈根达斯，我吓到，重金呢。这个员工要不要负担餐费？他不用啊，完全都是吴小弟来支付，跟公司来支付。那你有算过员工这样子一餐的话大概多少？一餐如果这样子的话，大概在230至250。连哈根达斯吗？不含呐，不含。那如果连哈根达斯，接近300块。我看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很讶异的，就是我们很多，即便是说有公餐的公司行号或者说工厂的话，通常就是一个铁盘，然后呢在那个用餐区的话，他就直接这样子扣给你了，对不对？摇给你了，这样子很方便啊，用完以后呢铁盘洗一洗就好了。可是你不一样哦，你把所有的东西
东西呢都一个一个哈，都把它分类分好了。然后呢，员工来的时候呢，他就只要拿着就好了。而且呢，这里面全部用的呢，全部都是瓷器，对，还不是用塑胶，全部都用瓷器。那个格调就有点低了。要做出好的产品，所有生活桌招里面都有艺术的，也有高品质的，让他们融入，这样才会做出高品质的油封。但是反映出来的话呢，其实是在标准化的过程当中啊，对对，一定要有一个标准。比如说刚刚讲餐盘的话，自餐打菜的话，往往会造成塞车，这就是流程的改造，就是丰田的生产方式，金石的生产，我们把它用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118个的话，两秒钟一个，因为拿你想吃就拿，大概两秒，对，对不对？那一分钟就30位，对，那我10分钟全部都消化完了。全舵的员工餐媲美5星级的 buffet， 所有的菜色呢都是董事长吴崇让亲自挑选过的。为了员工的健康，不用冷冻肉，而是用温体肉。新鲜食材则是来自当地的小农。下班之后呢，还有多项的社团活动，唱唱歌、瑜伽健身，或者是打打高尔夫球。吴崇让照顾到的不只是员工生产的量，最重要的还有员工的值。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有一段很戏剧性的人生经历，拼幸福可以说是他对逆境的反击。一路走来，然后你本来应该是一个身价可能有上千亿的富家公子哥，然后后来呢变成了一个必须白手起家的人。对，然后可以这样子说嘛，哦，就是负债的负啊，对，负是啥？负2亿。这个责任不是我的，是我们家族，是我父亲下来，是我们兄弟姐妹负债的，我来帮你还。想你鬼啊！所以一天那时候我收到只剩下53.多公斤。吴崇让是汽车零件大厂全新集团的第二代。2001年，父亲过世之后，他在争产官司当中落败了。原本应该是身价百亿的富二代，瞬间成了落难王子。官司结束之后，吴崇让只拿到了全部工业以及1%的全新股权。公司当时也面临着资金周转不灵的问题。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刻，他从金石开始做起。10年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你其实是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力拼你自己的生产，打造你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品质。就是要活，还有加上我就是要新改造流程的开课赚到钱，所以那个过程里面包括那些的不良品或者是可用品不用的，我全部一直丢掉。我只想600多呀，这个才几千万，那个落差那么大嘛，钱都被兄弟阻挡，这个几千万算什么？也用不到的，丢吧，送吧。有人要就拿走吧，不要就丢掉吧。这总共花了10年的时间呢，你才由亏转盈。对，那个负债你是怎么样度过的？你没钱啊，你没生产，你都爱得钱税嘛，我的工厂供应商延后款嘛。那时候是有2个月、3个月延到4个月，四个月当然得欠钱嘛，对吧？3个月延后一个，我都有多有现金来发薪水吧，来做这些事情吧。他为什么愿意？以前我在这边的，我的人格特质他们知道吧？再加上我被赶出来，他们总是会同情我吧？所有的亲人离开的时候的话呢，其实有一群默默支持你的，就是我的供应商跟我的组员，只有这样而已。亲戚100多位全部都闪开。啊，你今晚有什么感受？所有产业里面，大家只会针对产品的设计开发很重视，投资。这些都是人才，生产制造他认为没什么。我要讲出这一点，台湾的老板企业，请你关注核心竞争力，最后面临门一脚，决胜负就在生产制造，就像台积电一样，全豆工业也是一样，丰田汽车也是一样，所以企业的体制要一直进电，一直改造。其实你看全世界真正抢的是这个。提到说我为什么不要上市柜，我说我绝对不上市柜。第一个，如果我上市会，我不可能6000万的超跑给主人开，我也不可能说想要跟主人加薪就要加薪，而且加那么多的，上市会绝对不可能。他会跟我五花大绑，你走的路线有2条路，一个是要完成你个人的愿景，我的个人愿景就是济弱扶倾嘛，我的愿景是要把客户服务好嘛，我的愿景是要幸福企业嘛，我的愿景就是把出
出时间的当作是资本主义的对待吧，你的小孩随时可以进来吧，这就是我的经营理念跟哲学跟价值观了。董事长吴崇让认为是员工成就了他，一路陪着他度过最艰困的难关，所以他坚持不上市柜，要把公司赚的钱全部分享给员工。如今他带领着团队从谷底翻身，力拼全公司唯一的一项 KPI， 那就是员工月薪达到80,000元，打造幸福企业，月月加薪，周休三天。未来你希望全都能够打造出什么样的一个汽车网呢？我想在企业经营有两个的方向，有的人希望事业版图越来越大，市占率也越来越多，这是一种。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要专精在本业里面做世界高端的，而且高端不见得要100%拥有，留有的精力能够让我们的同业第二名的都看不到我的车尾灯。